约的百造叫下一个吧，十一号不自然。你对你面具下的脸有自信吗？戴面具戴这么久，肯定闷死了。对啊，一打开来满脸汗。我很想看一下，我也想，我很好奇。要是我看了，他们九个就没有机会了。哎，你这很尴尬哎，朋友。他意思就是说，这才是 number one， 很自信啊，那一定要看。我感觉他长得有点混血，那也要看，那更要看了。真的有点混血。怎么，林夕你怎么脸红了？就没想到，真的要你们自己看才知道。我觉得挺好看的，很好看。他的眼睛很有灵气，就给人感觉，哇，这个人以后应该是一个偶像吧。反正挺好看的。你觉得像谁？我觉得像，我觉得有一丢丢像彭于晏。感觉你们像三个怪姐姐。林思雨什么鬼啊？控制一下自己好不好？喂，控制一下你自己。脸超烫。控制一下你自己姐，坏姐姐。哎，乖姐姐坐。那你是哪里人哦？四川人呀。没有长得好看。除了对脸自信之外，你对身材自信不？那肯定自信啊。小四被电到。没有，我从来没见过林思雨这样子。他也没让你摘下来。摘了，摘了之后。他们一下就我跟你说，最具有攻击性的那个一直在那边背对着坐着自己在思考人生的就是那个二号开了三一，他加入了。魔动手哈，魔动手，那个长头发的 boy pass。 来吧，我们量一下身高体重三围。最开始我们进来，你是对我们就有意见吗，还是怎样？没有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进来要干嘛。从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一眼也有注意到你嘛，但就感觉就是好像不是很欢迎我们的样子。我没有啊，因为你们的跳舞我不擅长，我也不懂，所以我就只能坐着。而且其实我还有一个点，既然你那么在意，为什么你还要留这个头发呢？我喜欢长头发呀。那你既然喜欢，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看法？我喜欢一件事情，我喜欢这个人，然后别人说对啊。第一次见面你们就这样说我，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但是不好意思，骂脏话了。不好意思，骂脏话了。那好吧，那我也跟你说不好意思。你不开心呢，以后可以就不说这个话题。生气我能够理解的，因为我们是第一次遇见，只见一面就光凭外表就判断他就是很不好吧。后来聊过之后，其实能理解的，我也有错。好的，好的，好的，是要知道的，谢谢。那你回去吧。每个人都有蛮多特点的，三号蛮奇特的，就是那种不温不火。然后十一号的话是觉得惊艳，就没想到。七号他很随和，还蛮绅士的一种反应。六号他乐于表现自己吧，比较积极。九号我觉得最 man 的话，他比较符合这个定义，因为不管是身材啊，或者是性格方面也很好，不拘小节、豁达那种。本节目由花心、花痴、花美男都不如出来花，迟早都是要还的花呗独家冠名播出。之前呢，拜托了三个女孩去观察了一下我们十个男生，用他们的心中的硬汉的标准，
他们选出了四个队长，这四个队长去组班子，组出四台戏来，嗯，然后由何冰老师来在中间做一些指导，我们就能在这个所有的人的表现当中选出今天的破次元的我们的偶像。接下来，请以下的超次元星星入场，进行下一轮的考核。用点别晃。超次元星星，一号。他现在要很酷了，很慢的样子。六号、九号、十一号，首先祝贺你们，今天的破次元星星将会在你们四位当中产生。破次元经验将会在你们四位当中比较难，很诚实，比较积极。从现在开始啊，你们四个严肃起来，啊，不是吓唬你们。海桥带来的资源包，我没有想到这次资源这么丰富，就这三个机会你等半辈子你都等不来，就这三个机会你等半辈子你都等不来，你把握住其中一个，你就有可能真的是演员了。方法很简单，给你预备了一个片段，你来演其中的一个角色，你可以任选你的对手，而你们的搭档必须通过自己的表演争取不被封印，你们的搭档争取不被封印。我本来就没有什么演技嘛，也演得不好，而且我是队长要带领他们，我也怕到时候如果没有彩排得很好又影响到别人。我们这个剧里当中是电视剧伪装者的一个片段，是三个男人的戏。你敢开枪吗？你以为我不敢开枪吗？你把枪放下！我为什么要放下？你先把枪放下，他放我就放。我不放你敢开枪吗？你怎么知道我不敢？你把枪放下，让他先放。你以为他敢开枪？你怎么知道我不敢开枪？我觉得这个戏其实还挺好的，去选择合适的搭档其实也挺重要的。你甚至于好像可以吗？需要的话我在，需要的话我在，需要的话我在。可以吗？可以。OK， 还如何？脑子里迅速想，迅速想，快快快，谁谁快！我想要球，我想要球，我想要球。对，我是吗？何老师跟海桥老师，你就选两位了是吗 ？OK， 我们俩先稍微考虑一下，我们俩考虑一下。